啊，那么在此地给我们讲心念心，把这些重要的全讲给我们听了。所以要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那六道里都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六道里今天的人他是心是贪，所以是心呢就作贪。贪是什么？贪是魔鬼。是心是嗔，是心作嗔，嗔会是地狱。一个道理。啊，是心是善，是心作善，这三善道啊。是心不善呢，是心作不善，这三恶道。啊，所以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一真庄严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。啊，自性所生所现，念头是阿赖耶，阿赖耶能变，自性所生所现的，随着阿赖耶就变了，啊，变质了。是众生念佛了，定得往生，究竟成佛，这个一定要相信。前头把理给你说清楚了，啊，为什么念佛决定会成佛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念佛是作佛，因为你本来是佛。啊，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，所以你肯念佛，就决定作佛。净业三福最后一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那个因果不是说别的，就是说这桩事情。是心是佛是因，是心作佛是果。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啊，这个因果是许许多多菩萨声闻缘觉都不敢相信。愿呢，是愿力所普，心魔揭露，如此一魔必于往生。这个话讲得很恳切，但是现在的社会变了，现在儿子不想妈妈了。啊，跟从前人不一样。从前人感情非常深厚。啊，因为人的生活非常淳朴。啊，这种浓密的亲情被现在科学破坏了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，有能力发展这些科学，为什么不敢？他知道科学发展我们得到的利益很少，受到的伤害太大了，得不偿失，
所以绝不走这条道路，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明心见性的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他会不会造原子弹？肯定会呀，不干了。为什么这缺德的事情啊？凡是受过中国这个伦理道德教育的人，他绝不干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再说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的德能广大无有边际，确确实实他有能力坐在那里不动，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比原子弹能力大多了。这些能力都属于自信的本能，见性就有了。